你怎么了？打了这么多电话。怎么了？你要去北京了。你听谁说的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还没决定好。在你的决定里，我的意见完全不重要，对吗？接吧，我先回去了。小希，不想再喜欢你了。江医生，何主任找你，好像是3207病人于永博的事儿。